这是一个吴刚兔在月亮上过劳的故事。哈，哈，好累，我到底要看多久啊？哈，我不砍树了。哈，先别问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了，你听过 Body Battery 吗？让我来告诉你吧。Body Battery 又称身体能量指数，它是搭载在 Fitbit Smart 4智慧手环上的一个身体活力指标。当数字高的时候，代表你精神饱满；数字低的时候，代表你该休息了。注意，像咖啡之类的饮食提神都是没有用的哦。累了就是要去睡觉。看你满头大汗，建议你看一下你身体是不是该休息充电一下喽。手环送你，斧头当押金不用谢了，咯咯。什么身体能量？我来看看。哈，这么低，那我就先躺一下吧。安贝，我复活啦！啊，我终于看到他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去导游好了。